5.1 倍啊，精彩飞动，位置大热啊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二场4800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马咧，咁啊见到就大外档嗰只御风超英白衫啦，绿衫中档共创欢乐，紫色衫红帽，中间仲有赤科神龙内栏橙衫橙帽，精彩飞动啊！中档第五位粉红衫嗰只咧就靓紫荆啦，出边咧仲有只加加圣二就黄衫噶，再下一层啊嘛，内栏就缘分啦，中间位置咧咁啊大约尾五尾六度啦，仲有呢只最醒神啊，响出边浅蓝衫尾四啊，就嗰只南海策略嘅四搭啊，后边三只金如意响尾三，尾二黄。龙司令啊，咁啊暂时殿后咧就系嗰只智理共赏嚟嘅。好啦，过呢个咧就系1200米嘅段处啦。前面就御风超影放到出嚟跑，共创欢乐第二位啊。咁啊第三位嘅马内栏咧就赤火神龙啦，外边咧南海策略咧就四搭游咗上去啦，三搭啦，依家第四位嘅中档第五位粉红衫橙眼罩，仲有呢只靓紫荆啦，内栏橙衫橙帽啦，就系、是、精彩飞动啦，出边仲有加加圣二啊，尾五位置咁啊，仲有大白鼻梁嗰只咧就最醒神啦。咁啊，究竟系拣出定拣入咧？后边。四隻有緣分啦，金如意六三響尾三啊，尾二位置黃龍司令啊，包咗落尾，仍然係一隻智利共賞嚟噶。好啦，對面直路尾咯，御風超英仲係佔先共創歡樂第二位啊！哎呀，嗰只赤火神龍越騎越騰啊，急騰啊！再見到中間位置有靚紫荊啦，等緊內欄橙衫橙帽精彩飛動，中間大白鼻有呢只咧就係最醒神啦，跟住後邊嘅馬仲有金如意啦，騰啲嘅馬咧就係南海策略噶。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咧就係呢只御風超英仲係佔先啊，咁啊見到外边位置最醒神上紧嚟，跟住最醒神后边嘅马咧，仲有共创欢乐精彩飞动啊！出边位置仲有金如意啊，大外档黄龙司令啊，最后百零米透出就系呢只最醒神，埋边共创欢乐粉红衫入边仲有靓紫荆，大外档黄龙司令上紧嚟，接近终点第一名咧，外边啊最醒神，第二名咧就靓紫荆，第三名共创欢乐，咁啊至于跑第四名嘅马咧，外边追上嚟黄龙司令啊，咁啊其他马得一个跑法。最醒神的跑法较为弹性一啲，揀出揀入任佢揀㗎喇。外面冚上嚟潘顿赢返场，靓紫荆第二，共创欢乐第三，第四名好后追上嚟嘅黄龙司令。九最醒神咁啊，赢翻场啦，潘顿啦，25蚊啊，最后啊，跑第二名咧就系呢只爆嘅靓紫荆啊，田泰安第三名，一号嘅共创欢乐无险档，第四名就系爱当啦，五号嘅黄龙司令啊，梁家俊啊，赤火神龙有啲事啦啊！收慢咗啊，骑师都潘顿咁啊，终于帮呢匹马打开城门啦。啊，吕建威咪赢够50场咯，今季啊。第二场赛事的预计派彩跑，第一名是9号的最醒神，独赢派25.5元，位置派14元，跑第二名是8号的靓紫荆，位置派37.5元，跑第三名是1号的共创欢乐，位置派26.5元，跑第四名就是5号的黄龙司令，连赢8搭9派151元，三重彩9号8号1号顺序派1689元，单天派368元，位置嚣8搭9派59.5元，1搭9派50元，1搭8派131元。三拣一预计派彩，胜出组合系 A 一隔夜热门派18.5元。好啦，睇过晒啲预计派彩啊，咁啊即刻睇翻第二场嘅巡逻影片啦。
起步咁啊，智理共享就慢啲啦。最出边嗰只南海策略咧都唔快嘅。前边啦，御风超影大家都预佢会放头啦。咁啊，中路位置就赤火神龙啦，但系外档咧就共创欢乐。洛兰第四洛飞好多啊，精彩飞动啊，翻嚟都唔系太劲啫。中间位置就靓字经咧，出边就加加圣意嘅。咁啊，最出就南海策略啦。马林入边中间就最醒神嘅，贴栏就缘分。包尾嗰三只绿色衫咧就系金如意，咁啊黄黄地色衫咧就黄龙司令嘅。包咗尾嘅灰马咧就系智理共享。呢场步速都几快噶，四段都比标准快，夹埋咧都快足两秒噶。咁啊，就御风超英其实都冇乜辣佢噶啦，咁啊，但系佢好似越放越开心，你想佢慢啲都唔容易啊。头先见到个头都恶咗两下嘅，咁啊，安石唔同佢斗啦，咁啊，结果走快咗。咁后边蚀唔到就难威策略啦，一蚀唔到啊，有缘同望空咧就一定冇嘅。咁啊，共创欢乐都算唔错啦，蚀咗快步速跟前翻嚟都仲有个披。后面只靓子经今日走位好精灵喎，呢度都易跌嘅。咁一阵落山咧，就隔篱莫嚟，即系褪咧就嗱嗱声蚀咗佢个位啦。咁啊 cut 咗埋栏，攞个黄金包箱位正晒。咁啊后边嗰只精彩飞动好在都冇乜点阻到，好快移咗出嚟嘅。咁啊潘顿啊留得好靓啦，而又遮挡喺绿色位之间。咁啊入到直路又掟出外档冲。咁啊成月对手弱咧，就都终于赢翻场啦。咁啊再睇后边嗰扎啦，咁啊金鱼咧就。追少少咯，又唔係話好勁，反而追得最多咧就最外檔嗰只黃龍司令啊，咁啊終於喺草地有啲較接近嘅走勢，咁啊依度啊搬人出咗嚟，咁啊都冇咩話可以威脅到佢嘅。第二場賽事都覆榜完畢。位置 Q 派彩八搭九派五十九个半，一搭九派五十蚊，一搭八派一百三十一蚊。三拣一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一隔夜热门派十八个半。四连环派彩一号、五号、八号、九号派一千九百蚊。四重彩九号、八号、一号、五号顺序就派28,771元。孖宝派彩头关11号、尾关9号派627元，头关11号、尾关8号派186.5元。今日分段时间，头段13秒62，第段22秒53，第三段23秒74，第四段24�秒16，末段24秒54，赛前成时间1分48秒59。